用了这些闭着眼睛穿着一样衣服的人，象征着大众芸芸众生。站着中间的这个人，他是唯一在这样的一个大众里面睁开眼睛，然后我也在他的脸上点了一些字，然后这些字呢，我觉得点上这个字呢，它象征着一个人在大众里面，在芸芸众生里面，他是属于被上帝筛选的子民，无论是思想专业领域啊，或是说一些文学啦，或是艺术啦，或是科技啦，某个不管哪一方面的专业领域的一个先行者。我说的先行者就是早于这个社会，早于这个时代先走的人。这样的人在于他的时代，其实是注定是孤独的。前疫情的刚开始，我觉得那时候的病毒好像很凶猛，然后人类其实都很惶恐，然后我觉得在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哈，在世界上很多人都因此而失去了生命。我觉得那一段日子其实是人类经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哀伤。作为一个创作者，作为一个艺术家，我一定要来记录。我用菊花就是代表着祝福跟哀悼，然后献给这一次在疫情里面就是失去生命的一些人的一些祝福。我把这个一个构图，把五个人全部排成一字形的平高，然后他们的眼睛其实是排成一字形的。我觉得这样的力量其实很大。我在文学里面吸收的养分，就是这样的场域其实是有一种很大的力量，但是又很庄严，又很华丽，甚至有点冷到你觉得是一种。很无法靠近的一种强烈，但是我又用很温暖的颜色，然后感觉好像这整个场域其实是很华丽，可是这种华丽之中又有一个非常宗教式的仪式性的一种祭祀的感觉，然后手持着一朵菊花，然后好像为这次在疫情初期失去生命的众生然后祈福或是祝福。智人慢慢的会带领我们走入了人类的一个新纪元，创造了人工智人，我们创造了人工智慧，但是我们却那么的依赖他们。那到底谁才是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驾驭者？会不会我们离不开的手机，我们离不开的一些就是电脑资讯、电脑的世界，完全是我们到最后是我们无法去掌控的，离不开它，或是到最后不会是被一个未来的人工智能所宰制。